啱先好了一陣，我嗰陣時試過1.84，1.41。我記得2019年11月8日，我唔記得係咪呢一日啦。嗰啲日咧，周小學過身咯，夜晚嘅係清醒咗，留意咗事之後，11月8日都係一萬人中嘅運動會，一個人就係呢個最後一日運動會。我整個中六嘅運動會，呢個1500米同埋3000米攞到獎牌，呢兩個。仲記得過咗個步率800米、1500米、3000米加個跳高，而中午嗰年咧就參加咗呢個800米同埋1500米。嗰陣我好似我一直頭暈曬，都淨係參加呢兩個啦。都有參加嗰啲乜鬼大，但係呢只冇參加，因為嗰陣佢同我講話俾中六哥參加，中六佢係最後一次參加喎。跟住我覺得我燥底啊，爆燥啊，屎啊！一個喺學校咧，我睇咗今年嗰啲班上，酷多班得7個人認真。嗰鬼7個人，我拍 NDA 咪22班咪得7個人咧都係啦。咁其實7個人將來都有幾個，包括。Amaya 啊，跟住02部嗰個啊，運動會嗰個啊，即係個三個 leader 咧，跟住再加嗰個好不良少女，又加呢個學生會會長，唔覺假地嗰個班房係12個人，加埋5個嘅話，咁嗰個 Samba 嘅佢係1.8嘅。嗰時，其餘兩個你唔識，有五個係佢係二班啦，兩個老師啦，一個一二班啦，就咁。不過佢始終都係未有10個，依家得2個，仲要第二個唔係一個劇情，只不過一個差人嚟，全日都企咗喺嗰個地方。A B C challenge 咁咪叫跟住個字母順序去殺人嘅，咁佢有好多模式俾你噶嘛，你可以選擇噶嘛。Nightmare 就係噩夢啦，噩夢就係你乜嘢道具都唔用，直接殺，即係好似 Q F 咁樣。每啲道具我收我室友。咁如果係 easy 嘅話，就係你乜嘢都唔用。但係我咧覺得簡單又冇人，我已經選擇噩夢，乜嘢都唔用。誒好難嘅，基本上有啲嘢係有啲人咧，而家即係坐喺班房加埋老師嘅班房裏邊咧，我好難殺。又即係可以，又都可以用呢、這個自己 create 一個創嘅一個。類似係催淚彈咁樣掟嗰啲人，跟住咪離開嘅，跟住我查可以趁呢個機會殺佢哋。不過都如果失敗一定要重來過，我唔需要得嘅，借一次機會。我呢邊5148之後3個，我試一次嗰個，我就自殺。既然是4、5張啦嚇，4、5可以玩嘅，4、4可以下載先。4、5就係12號啊。依啱啱出邊落緊雨，咁見到出邊地盤嗰個位都濕水浸。基本上馬騮架嗰個位咧，啲地氈整曬，不過唔知咧咁快，我哋知道人喺。下面啲地氈咧夾曬出嚟，啲點解啲地氈咁快鋪好？但係相反，點解之前雙槓啊、呢個單槓啊、
砌硬木嗰啲地氈點解要用呢個時間砌？而家呢個咁快幾日就砌嘅，偷工減料。又見到阿叔坐咗喺近呢個廁所嘅凳喺嗰度，旁邊有個私人位嘅，喺度影相，影咗影咗條友喺度做運動，好好陽咁樣動，高正啊擺部機啊影，好明顯嘅，見親佢都係影相，同埋咧想俾佢影相拍片。我真想丟你老母，咪喺度偷影啊！唔知偷影做乜，好中意男人。你話將呢啲片截擺影咗之後擺上去一啲網站，跟住有錢收係咩意思？應該係咁。你老母閪啦，真係想斷鳩你。不過如果行過去快冇嘢，我遇到仆街。啱先落雨，咁呢個冷風咧，其實都依家都差唔多到啦嚇。基本上聽日應該都冇太陽，最低温17度，新界低兩三度。依今日係立冬，如果睇個月你都知道。聽日到涼嘅咧，冇太陽就涼啲，好涼。